感謝主啊，為我們預備一首這麼好聽的詩歌。其實剛才那個詩歌都是屬於是等候神的詩歌。剛剛那個詩也是算是等候神的詩歌，是很優美，是吧？都是很含情脈脈地唱的，含情脈脈的。所以我相信大家都聽得很陶醉，是吧？大家都很陶醉在詩歌裡面。但是等候是需要有些支持力的，是吧？可是等候是需要有支持的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們的支持力是從哪裡來的呢？大家知道我們的支持從哪裡來嗎？其實知道的，或者不知道都不要緊，我們現在試試唱這一首詩歌。可能是可能不知道，可是我們現在來唱這個詩歌。我知誰掌管前途。我知誰掌管前途。I know who holds the future。
誰可以告訴我聽呢？就是我們相信這位的神，是不是？我們所相信的神。我們既然有這個動力了，那我們就要怎樣？既然我們有了這個動力，那我們要怎麼做呢？是不是在地上很平凡地過，是不是？就在地上很平凡地過呢，是吧？可能這幾天之後大家要開工，或者有些小朋友可能要準備，是不是？不知道你們的暑假是不是差不多結束了？咁我哋知道我哋嘅動力喺邊度之後咧，我哋就有一個唔同嘅目標咯。除咗平時嘅翻工啊、翻學啊、照顧家庭之外咧，如果我們知道我們的動力，那我們平時生活的那個方式就會不一樣。我無論是上班還是上學，好。咁我哋而家一齊咧就唱另外一首詩歌嚇。那我們一起唱另外一首歌。向高處。向高處行。我哋今次咧就係唱第二節就得㗎啦。我们只唱第二节 ，We only sing the second verse。好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